关于文字吼，比如咱只种地主，大家赚钱赚到家财万贯吼，来，谢谢关关的介绍。介绍安排真精美。OK， 来介绍到咱轻松古典歌曲吼，邀请到咱的辣妹特别过来甲做安排。最近嘛，甲咱只好朋友大家报告吼，你只要有听的歌，咱都可以甲你邀请吼。哎，咱今天三街东啊，穿插型的节目吼，而且嘛，甲咱甲做安排，今天啊，祝大家家家户户大进财。心酸酸，爱着你真情的兄弟，怎样把阮孤孤单单踮在黑暗的城市？过去夜搬袂开，无人疼痛，无人来安慰，是路会行去哪位？何时等来我身边？世间的海浪像乌云，青山像你。大家咧互相相敬相听啦吼，每一年度呢，啊，这个庆典伫咧举办当中，才有这种的场面啦吼，来，哎呦。